我是一个卧底，这是我第一天上班，我在等我的上司黄婶与我碰头。师尊，今次任务有你棘手，你要快啲。八月叫我师尊，我现在喺入面骂，骂你有真的叫我朝伟。朝伟？朝系朝榜嗰啲朝伟。在哪位？哦，冇问题，师尊。咩人物？陈霸天，32岁，99年毕业于山东南翔芭蕾舞专业，被我喺邓岛，其实系个娘炮。毕业咗之后，佢一直喺泰国做歌舞表演，我哋怀疑佢同一宗跨国毒药生产案有关。毒药？系毒药，毒性非常强烈，男人食咗会变成娘炮。你有冇提米圈啊？倒茶。女人食咗会变成男人。我霸宇喺你嘅世界上没有女人。你要出现梁一凡，冇时间啦。2个月前我已经成功打咗佢内部，今日你都要取得佢信任。切记，佢中意娘炮，唔中意阳光直男。呢人讲到头发都离气嚟啦，谁能够推定他们什么呢？过嚟啦，见机行事。哎，霸天哥嚟咗啦！我也算，大佬，听讲最近我哋公司有研究紧新药啊。你听谁说的？哎呀，满了满了满了，告诉你也无妨，咱们之前那个药啊，因为个体差异，这男人吃了呀，娘炮程度竟不相同，而我们这次研究的新药，男人吃了直接就变成女人。大佬，那药给我看看。哎，这可是原型药，只有一颗，等以后量产啊，你们就出去推广，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再也没有我讨厌的阳刚男了。你是消灭不了阳刚男的，我则喊阳刚男。太阳刚了，快给我把他打成娘炮。这个娘炮丸就好像网络一样，一旦传开就会有更多人中毒。我必须最后你消失的那个雨天，小哥你好啊，傻瓜，扶我起身啊！老师。